臣，我本身重，无可救药，当诛一帮满嘴正义道德、心思阴险的小人之辈，恨不能化身魔王杀尽你们！叶辰，不要！他的尸首，我丹城保了，望诸位给个面子。 阴曹地府不长这样吧？龙爷还有心情逗我？难道我还没死？还不算死，你的六道仙轮眼，在你临死前最后一刻，将你灵魂带到仙虚界。仙虚界。 仙轮眼独有的意识世界，可收纳保存你的灵魂。而你灵魂不灭，蛮荒炼体就会自动修复肉身。七七四十九天后，仙虚界再度开启，你便能灵魂归位，复活。复活？别高兴太早。 师父，你现在飞魂飞地，别人无法感知你的存在，而你也做不了什么。大哥哥，你快起来呀！怎么会这样？我只闭关了几天，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。 陈烨哥哥，你这个骗子！陈儿，落叶归根。陈儿，我现在就带你回家。阿姐。 我不会让你带走的，楚悠悠，我敬你是辰儿师父，但你再不让来，休怪我不讲情面。我不是以他师父的身份来，我是以叶辰的妻子身份来。除非我死，否则谁也不能带走叶辰。这就是他的家，他的根。 下，尤其如此，希望有一日你能来昊天世家，带叶辰向祖先上炷香。会的。 师尊，我们怀疑叶辰入魔与夕颜氏侄失踪有关。 但四处找遍了，也没有找到夕颜。怎么会？战场那里应当有夕颜的尸首。继续查，一定要把叶辰之事给我查个水落石出。龙爷。 我只能在这里干等49天吗？想不想学太虚古龙一族的秘术？可以吗，龙爷？你魂力太弱，吾先传你一门炼魂秘法——蛮荒炼魂。 叶辰尸体如今在恒月宗。 不惜一切代价取回他的左眼。
老祖放心，我这就安排。叶辰，如有来生。神行，练魂后怎样数百确实容易多了。这太虚神行堪比空间瞬移。海虚洞，空间全被吞了。五太虚一族的秘术岂有弱呢？太虚神行乃是身法秘术，凌驾太虚无极之上，亦能入境，仅能超凡。而太虚洞乃是太虚古龙一族九大仙术之一，它霸道之处就在于能连接空间黑洞。只是奇怪，恒月那小子用此招时，好似还掺杂了一股熟悉的魔气。龙岩，还有什么太虚秘术可以教我吗？你忘了，明天就是第49天了。忘不了。都说人死后投胎时，会忘记所有记忆。但你绝对不准把我的样子忘了，师父。叶辰的身体已经恢复了几分温热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叶辰没死？不行，我要找师兄他们来看看。龙岩，这怎么回事？你神魂远胜以往，且仙虚界开启在即，能有些许被感应到也正常。终于没人守着了。葛青，他来干嘛？是。